好，现在学习第一个动作，手刀上段内侧击，来，平行式准备。咱们架手的时候，这和中格挡的还有点像，只不过是拳变成了掌，然后这个掌呢，手腕要伸直，不能这样，也不能这样，这个高度是大概指尖与耳朵差不多高就可以。这个就架好了，然后怎么打呢？和中格挡一样，也是往中间打，只不过中格挡打出来还是弯的，这个是打出来是直的，这个是要砍脖子，击打脖子的，所以打出来的时候也不能太低，要和自己的脖子差不多高。看，这个打过来的同时，另一只手也是迅速收到腰间。这个打出来呢，胳膊不要打太直，因为打太直会伤到肘关节，稍微有点弯曲就可以。哎，好，先看教练打一遍，一，来，跟教练一起架好手，跟着教练一起打，来，一，来，架手，二。